位观众大家好，小松说历史上今天来到了4月9号，今天要跟大家的是1865年的这一天啊，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它的标志就是这一天南军总司令 Robert Lee 罗伯里将军向北军总司令格兰特投降啊，美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场战争就此结束啊。再就是1931年的这一天啊，帝国大厦落成啊，最后是1961年的这一天啊，中国乒乓球队获得了团体冠军，第一个团体冠军。荣国团和他的队友们再次出征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乒赛。徐医生得到机会，猛扣星野的左脚，700、800、900、1100、1200。这个1961年传来了喜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团体冠军，这个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获得的首个世界大赛的冠军。今天要说大家可能觉得像个笑话，好像觉得不太不可思议，一场体育比赛胜利怎么了？那是因为今天我们已经参加那么多次奥运会，获得那么多块金牌啊，一个运动员都可以获得4块奥运金牌，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啊，包括我父母给我讲这些事的时候，讲到那里面的细节，什么徐云生十七大板怎么打败了一个日本的庄则栋、李富荣啊、张谢林、徐云生这些人呢，都当英雄来讲。我的爸爸妈妈跟我讲的时候，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体育还是能振奋全国人民的民心，而且那是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团体冠军。1931年，同样是在美国最艰苦的年代。这个大家知道，1929年美国这个股市大崩溃，然后紧接着引发全球大萧条，在那种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啊，也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这个帝国大厦落成了，这个作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保持了很多年啊。帝国大厦今天在纽约依然是地标性的建筑啊。帝国大厦这个是美国电影里最常出现的场景之一啊，有各种各样的出现方法。看过很多很多有关这个帝国大厦的电影，我曾经我看过最怪的一个电影，就是一个机器对着帝国大厦拍了一天，从帝国大厦早上开始，阳光这么照过来，然后人进人出，然后一会儿中午太阳跑那儿去了，一会儿下班人出来，一会儿黑了，就完了。这电影叫《帝国大厦》，得了奖。还有一个得奖电影更可笑，叫《午睡》，就是一直拍一个人午睡，拍了1.5小时，完了。然后但是他得奖理由特别逗，说他探索了电影的电影时间跟生活时间的重合。因为以前你一个半小时拍人10年，一个半小时拍人5年，你一个半小时拍人3天，我一个半小时就拍1个半小时啊，就这个艺术实验很好嘛，叫电影时间跟生活时间的重合啊，也得了奖，叫午睡啊。那时候都疯了啊，钢琴演奏上去坐10分钟，什么也没弹，然后下去了，全体鼓掌，热烈鼓掌，觉得这此时不如胜有声。就那时候的观众关键是癫狂，完全能读解。然后发现张唱片里的什么也没有，一纸条写着请弹奏 A， 不停的弹奏 A， 直到你觉得喜悦了为止。那唱片销量还上了销量排行榜，很多人去买这张唱片就为了拿这张纸条来，然后弹那个 A 啊，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是我觉得艺术永远在循环着，就是艺术因为要探索，这也是有意思的，并不是它没意义啊，在探索的过程中嘛。1865年的这一天，
这个美国历史上最惨痛的，其实也是唯一的一次内战啊，但是最惨痛的一场战争，在这一天啊，以南军总司令罗伯里将军向北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投降为标志，正式结束了。因为罗伯里将军是美国人民心目中这个最重要的英雄之一，虽然是败军之将啊，这个历史上有一些败军之将是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啊优秀的将领啊，包括汉尼拔，包括隆美尔，包括罗伯里，都是曾经在军事上创下以少胜多的辉煌战力，但是最后由于形势所迫啊，最后还是战败了啊。这个人在美国的历史上到今天为止一直被美国人民崇敬啊，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这个人的人格和高尚的人品。这个西点军校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位校长啊，一位就是之前几天讲的这个麦克阿瑟将军，更著名的就是罗伯里将军。西点军校其实到今天为止也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不光是军校啊。罗伯里将军本人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位南方的绅士啊，罗伯里将军的父亲就是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所以他作为这个州长的儿子成长起来，一路都是以那种贵族那种教育长大，所以是一个非常绅士的这个一个人首先啊。所以他在西点军校教育的时候，把西点军校整个教育成一个大家非常有人格然后军人的职业操守的这样一个学校。但是他毕竟他作为一个南方人，他心里对奴隶制这件事没有那么的反对，因为他自己虽然没什么奴隶啊，他大概只有不到五六个奴隶，大概就这样。但是他的老丈人有几十个奴隶啊，他老丈人李子坚写了个遗嘱给他说，我希望你在五年内适当的时期释放这些奴隶让他们自由。罗伯里将军当然执行了老丈人遗嘱，但是执行的比较南方贵族，因为他没有立即释放这些奴隶，而是真的让这些奴隶又干了五年，到五年第五年的时候才释放这些奴隶。这个当林肯总统找到他希望他做北军统帅，其实就是联邦军的统帅的时候，他坚决拒绝了，他说我是一个南方人，我永远不能背叛自己故乡，所以他回到了南方啊，回到了弗吉尼亚做了南军的统帅啊。但是大家看到他的军衔就知道他其实对整个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还是忠诚的，所以这个人复杂就在这儿。他虽然做了南军统帅，南军授予他是上将军衔，他坚决不佩戴，他佩戴的就是他做联邦军的时候的军衔，就是上校，因为他后来以上校军衔做了西点军校校长，所以后来他南方军的统帅他始终都佩戴就是这国家真正的这个国家授予他的那个上校军衔，而一直没有佩戴南方军就是南方政府授予他的那个上将军衔。所以他是一个从这儿就看出这人是一个内心很复杂的人，就是打仗是要打的，保卫家乡是要保卫的啊，我是南方人，我要保卫，因为南北战争打得非常残酷啊，尤其是把南方打得糜烂，整个亚特兰大都烧成一片灰，就是飘里讲的就是火烧亚特兰大那最大的一场戏，就是他们怎么逃出那城市，到处是火啊。所以这个南军你可以说保卫奴隶制啊，他是反动的，你也可以说是保家卫国，这是我家乡，那我一定要保卫家乡啊。当然打了多次漂亮仗啊，南军始终人数都比北军少很多，所以他多次以少胜多。当然在整个这个大环境下，南北战争大环境是南方其实是根本没法打的，南方没有工业，都是种棉花的，棉花不能变成子弹，棉花当然可以卖出去变成钱再变成子弹，但是当时由于法国又支持北方啊，北方确实是合法的政府，所以经过这个好几年残酷的战争吧，刚才讲了就打死75万人，超过美国一二战的这个总的死亡人数。但是在最后时刻，这个 Robert Lee 做了两件事，这个我觉得一件事叫高风亮节啊，一件事叫没有办法，就是当最后南军实在打不下去的时候，从军队他的所有下面的将领包括政府都要求解散到分散打游击，这个时候 Robert Lee 高风亮节说了一句话，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不能殃及人民啊。所以 Robert Lee 最后去向北军投降的时候获得了北军的全体的崇高的敬意，当然他本身北军的将领们基本都是他的学生，他是西点军校校长，西点军校美国几乎所有军人99%的将领全部是西点军校毕业啊，所以他去投降的时候啊，获得了不下马的荣誉，然后全体北军列队向他致敬。战争结束以后，无数大学请他去当校长，因为西点军校本身到今天也位列美国大学前十名的优秀大学，他做过校长，那么多大学请他做校长啊，他当时他坚决拒绝要回家乡去做一个小学的校长，
因为他觉得自己愧对南方人民啊，所以 Robert Lee 将军一直都是作为败军之将，被一个国家的人民一直纪念跟崇敬到今天。所以说战争胜负只是一方面，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要保持自己高尚的人格，我觉得这才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再见。